네, 오늘부터 11월 11일까지 6주간 매주 수요일과 토요일에 8강 플리그가 진행됩니다. 8강 플리그가 종료된 11월 18일부터는 상위 5팀 간의 경쟁, 포스트 시즌이 시작되는데요. 와일드카드전에서 플레이오프로 이어지는 포스트 시즌에서 생존한 단 두 팀만이 12월 9일 결승 무대에서 레이스를 펼치게 되겠습니다. 자, 이번 정규 시즌의 팀전 상금도 소개해드리겠습니다. 먼저 우승팀에게는 1억 원, 준우승팀에게는 4천만 원의 상금이 주어지겠고요. 그 외의 팀들에게도 순위에 따라 각각 상금이 지급되겠습니다. 네, 그리고 달라지는 점 2023 KDL에서는 MVP 시스템이 도입됩니다. 시즌 중에 가장 많이 MVP 선수로 선정된 선수에게는 상금 50만 원이 추가로 수여됩니다. 자, 12개 트랙으로 진행되는 스피드 팀전부터 살펴보겠습니다. WKC 멕시코 투어링 랠리부터 WKC 상하이 서킷, 빌리지 손가락, 또 월드 마이애미 드라이브까지 보시면 프리시즌에서 만나보지 못한 트랙이잖아요. 자, 계속해서 아이템 팀전의 트랙 리스트도 짚어드리겠습니다. 난이도 2개의 트랙과 3개의 트랙 이렇게 정확히 반으로 나뉘어져 있는데요. 트랙 난이도가 굉장히 중요해진 상황이기 때문에 이렇게 정리를 했습니다. 그렇죠. 난이도 3개 이상인 트랙에서만 이 신규로 추가된 아이템이 등장을 하는데 이 아이템에 대해서는 뒤에 또 저희가 설명드릴 시간이 있을 거고 欢迎大家收看这场由 KDF 对战 R3的整个 KDL 正式赛季的揭幕战啊，我是凯尔。这边加点都是7690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咱们主要看一下这个道具的加点 Saber 啊，尖峰卢俊贤这个尖峰9085的加点，这个加点就很有意思。然后大家其实你包括像这个。 李宰赫这边 GT 60也是5098啊，把最后一项加的特别特别多。这个咱们就不清楚具体是因为什么。这边这个喊话就是我没看出来这个槽点在哪，就说这太奇怪了，是因为这个是正规赛季，所以我们才在揭幕战上碰面吗？起步优势抢第一个道具是吧？也有道理啊。哎，这边看一下7690、7690、7595、7690的加点啊。那这边高炳秀的鲨鱼居然是7591的加点啊。 其实也很好理解啊，就是为了抢起跑。他是这个队伍里边，就是完全的领跑的选手啊，他就比你多加一点加速时间啊，就比你抢那么一点点的起跑啊。鲨鱼给到他，其实也是表明了他在这个队伍里的一个位置，纯纯的领跑。哎，这意思就是。 上两个赛季的结尾我们都遇到了，然后我们现在遇到是第三次，在这个联赛揭幕战，我肯定能拿下。看一下 BP 这边 ，RSB 是先选下了深州环道啊，然后是 KDF 的遗迹 ，RSB 的极限竞技场 ，KDF 的工地，还有最后 RSB 所选下的矿山啊，除了这个上海啊，也就是深州环道以外啊，剩下的四手选图其实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那么首先第一张地图 ，RSB 所选择的上海 FD 赛道啊，也就是深州环道。 哎，这边看一下配车有些许的不同啊。这边李宰赫用的是日食啊，哎，这边贤秀也是啊，刚才没有看到。日食这台车车身很大，但是它还是第三项能加8点的车啊。这边李宰赫率先抢到领跑的位置，然后把鲨鱼给到了卢俊贤啊。金志明这台爆裂，暴尾流，但是这个地方是个减速带。 哎，我这个尾流直接插到第一的位置，然后再去做了一波又一波制衡，但是被卢俊贤这一波拦挡挡了下去。李宰赫在内线也有一波小小的失误，这里不敢去切太内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门的点，中段还是被 RSB 所掌握住啊。但是对方也很清楚啊，因为你高炳秀是这个队伍的领跑，现在 KDF 在起跑的位置上肯定是会压制高炳秀的。高炳秀承担了非常多的火力，现在来到了爆哥的时刻。 哎，但是贤秀为了去守身后人的内线啊，跟豹哥有一波冲突，这几波配合其实打的不是特别的好。卢俊贤仍然在第一的位置，他前面可能又要开激情去卡一波，贤秀这里外切内去预判这个停车，借这个尾流再去往内线去关，没有关死，反倒是被裴志明补了上去 ，KDF 有好多波的补位啊，疯狂的补位，不断的尾流护膝。 贤秀现在身后也没有自己的队友了，他现在必须要去拿一，而且要去做出一波输出，这里要怎么做？卢俊贤在内线已经爆发尾流，跑出了贤秀的攻击距离，内线李宰赫再关一手 ，KDF 第一张地图啊，这张在大家印象里边绝对的尾流图啊，还是打出了非常漂亮的补位的战术啊，一波又一波的补位。
而这个战术的发起点啊，就是卢俊贤这台鲨鱼在前边做出的输出太多太稳定了，再加上 LSP 在这个第二圈一开始啊，贤秀跟豹哥的这个配合没有处理的太好、啊，可能 LSP 这边手还没有太热、啊，可以看到这边卢俊贤使用的是 K 一百啊。1分3秒740的成绩，这个成绩也很 OK 啊，因为是有多次的稳住出击，在这个榜上应该是32末的这个记录成绩啊，实战里边多次对抗能跑出337，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那么第二张地图来到了 KDF 所选择的龙九华夏龙之遗迹西安兵马俑林。出发，哎，这边 OB 还能调高度的啊，这个高度这个视角看着就舒服很多啊，这个视角舒服很多。高美秀，我、哦、这个尾流过来之后要去做个挡拆吗？这边卢俊贤直接去往前卷，贤秀这边被干扰了一波之后，卢俊贤还是借助了两个人的这个位置不好让的这个情况啊，来到第二的位置。不过与此不同的是，这一场的中前段是 SB 这边所控制住。单喷接一下卡了一下，哦，这边前面做出了一波击杀，但是高炳秀目前落得有点远的情况下，七八还是 KDF 这边的， KDF 这边可以从小地图上看到七八是比较稳的，前边世界狗和李宰赫必须要去做很多去拖节奏的动作，那对于 LSB 这边也是一样的，他们必须，哇、哦，这地方小心，还好没有掉下去啊，李宰赫这个夹内夹的确实是非常的精湛啊， SB 这边险些掉下去，这边两波尾流呼吸立刻接近到李宰这个卢俊贤的身后，高本秀再去卡一波，不过这边李宰赫的这个突进啊，突进完之后再做一波开机停去夹一下你，现在中前段是 KDF 这边更占优势一些啊，145现在是一个抢一的局啊，可以往前切一切，哦，右边可以看到啊，豹哥已经过掉了世界狗，但现在世界狗也不着急，因为自己队友上位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现在要做的是不死，因为中间段已经被 KDF 牢牢掌握住，这里一个切内过掉了金志敏，豹哥停了一波之后，哇，这里停住之后世界狗被击杀，但是金志敏也被带下去，234来到 KDF 这边，那第五怎么说距离有点远，豹哥必须要去做停车了，但是这个地方没法停啊，三个人的尾流怎么去防守，那这样第二场还是 KDF 拿下了胜利啊。李宰赫这一波拖节奏拖得太好了，而且卢俊贤这个发挥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一圈末尾啊，其实这个七八对于 KDF 来说已经非常的稳了，李宰赫确实是自信啊，他没有先去跟这个卢俊贤的尾流啊，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间，他立刻就去做压制，并且打乱了 LSB 这边的阵型，并且在第二圈第一个弯道刚过掉高炳秀的时候，立刻对高炳秀做了一波针对性的对抗啊，2-0。那么现在来到了 SB 的选图，他们在上个赛季和上上个赛季就非常喜欢选出的冰河极限竞技场啊，来啊，起跑，这个起跑位怎么说，哦，这边高炳秀还是没出去啊，那现在其实 SB 可以去打完这场去想一下了，高炳秀这个加点是不是要再极端一点才好一些啊，要不要7492呢，这三把都没出去啊， LSB 是需要选手站在自己该出现的位置上的，现在贤秀处在第一的位置，他是一个车身非常庞大的日食源代码啊，这台车可以去做一波又一波的拖节奏，包括在中间段这个位置，哎，预判了一波，这个预判非常聪明啊，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柳昌贤这种自由人可能会去对他做出一波杀伤，哎，卡掉了柳昌贤，直接落到第八的位置，而且是吸不到第七的尾流的，根本就需要立刻去做上位，而这边豹哥这台章鱼车也跟在了裴成斌身后啊，从这个选手的个人能力的对位上来说，豹哥是不虚裴成斌的，但是这边又是卢俊贤的一波，豹哥这里直接没有去漂移啊，赶紧去接着尾流去突破卢俊贤，但是这个地方也被裴成斌顽强的守了下来，豹哥两颗蓝来的非常是时候，裴成斌是少气的，裴成斌少气，这里再压一波裴成斌的节奏，但其实不需要压了，因为裴成斌的气不好，但是豹哥其实没法去知道这一点啊，他没有开天眼，
贤秀爆尾流被后边人推了一下之后顽强的钻了过去，他需要去拿一，但是卢俊贤还有一波尾流的反爆，哇，卢俊贤这个尾流爆的真的是时候，身后内线怎么说，贤秀卡掉了一个人二三四，而且豹哥是在第七，豹哥这个地基非常关键，如果说他来到第七的话，金志敏就有更多的容错率，而且贤秀拿到了第一名，不愧是 LSB 的丁和极限竞技场啊，两圈都是在这个 U 弯的折弯这里做掉了一个人，两个人次的击杀帮助 LSB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刚才在第二圈最后跷跷板这个区域啊，要进入到第一个 U 弯的时候，高秉秀直接想去切内线，然后柳昌贤马上就往内线去夹，不光是为了守住自己队友在前面的这个行车线，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右边是高秉秀啊，他一定要给高秉秀足够的压力啊。一个很小的小细节，但是你要知道高秉秀承受的这个压力是有多大。第四张地图 KDF 所选择的他们上个赛季百分百胜率的沙漠旋转工地啊，我很好奇为什么没有选手选这个创世啊，因为创世也是第三项能加八点的车，可能有队友会用创世去替换日食啊。哎，这边斯贝尔先抢到这个第一，这个第一非常关键啊，如果说被 SV123 跑了两个弯的话，破局是很难的。哇，豹哥这一波没有漂移，直接夹掉斯贝尔，非常非常关键，给高秉秀一个非常大的舞台，而且中段中后段还是 LSB 的这个优势啊。豹哥这里不敢跟高秉秀太近啊，因为尾流实在是很快，斯贝尔哇直接切内把豹哥卷到了高秉秀身上，豹哥这里立刻去收啊，不干扰高秉秀，高秉秀能跑远吗？这里豹哥放走了一个人，卢俊贤再给后边压力，内线切吗？没有切啊，非常冷静，豹哥这里再去挤，挤掉了，挤掉之后高秉秀在前面跑得高枕无忧，如果说能再缠一波卢俊贤的话，不能让卢俊贤续上这口尾流，这口尾流非常关键，双方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豹哥落地的时候空了一手这个尾流，哇直接再去夹，再夹一波吗？这个停没有停到，而且卢俊贤似乎是爆发了这个尾流啊，直接逃出了豹哥的攻击范围，但是卢俊贤这里哎，他的气好像有问题，一波又一波的干扰，豹哥把卢俊贤的气干扰坏了，再干扰一波，豹哥居功至伟，现在高秉秀在前面跑得高枕无忧，他需要发挥自己速度的优势，让对面放弃去追移，把压力给到豹哥，这样豹哥就有更多的空间去做中间段的名次，而且金志敏在后面的小区可以看到扎进了 KDF 的大部队，后边一波一波的乱战，现在只有卢俊贤一个人能去跟到高秉这个豹哥的节奏，而且他失误了，豹哥两圈完美的防守，这里不要失误，跟上前面高秉秀的尾流，吸着高秉秀的尾流走就可以了，因为高秉秀的速度足够快，不给身后人尾流的机会，最后一波尾流的接力走内线，哎，小心小心小心，别有太多的失误啊，最后对面哎三四五六没有办法去威胁到前面一二名的名次，自从2013年啊豹哥登上台职的职业舞台 TSL 的这个个人赛之后啊，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速度很快创造力很强但是不够稳定且防守可能没有大家想那么好的一位选手，但是这场比赛啊尤其是跑二尾流又快你又杀不死对手的前提下，这个防守压力如此之大的前提下，他给高秉秀打开了一片天啊，兄弟们，这一把如果说官方没有 top 5的这个镜头我不认好吧，第五场矿山去了花坡 SB 的选图开起跑位，哦这边起跑位 SB 这边可能更占优势，因为有一个起推位，而且高秉秀是有一点加点的，但是还是没出去啊，他是不是飘的有点早啊，对面都是晚飘区在等他的车头，高秉秀做了一波开机停啊，不光是为了卡住身后的裴成斌，也是为了给金志敏一些空间啊，去追前面的斯比尔。哎，金志敏被击杀。李佳科这里直接切内，哇，这里豹哥很顽强啊，还好没掉下去。高秉秀在突进位，这里怎么说？内线去卷了一波，没有谁掉下去啊。但这波乱战之后还是一个僵持局。
切内吗？金智敏做了一波预判，打了一波默认，但是自己的气好像有一点小问题。中间段好像是有一波出动的对抗啊，导致 SD 现在不占优，而且第八似乎已经稳了。哦，金智敏这里再出现一波失误，一二名走远，而且是一二三直接掉了两个位置。哇，李宰赫再做一波激烈的停车，雪中送炭啊，不是火上浇油啊。这里再切过去也于事无补，因为一二名走的已经太远了啊。而且第一名是在上个赛季打出非常漂亮高光时刻的柳昌贤啊，直接走外线，不给身后人任何机会。那最后还是光头菲斯3-2拿下了对战 SD 竞速赛的胜利啊。그리고맨마지막라운드를이제달리는과정에서스피어가 1, 2, 3, 4라운드는팀원들을서포트하는역할을주력을했다면방금전에광고는혼자서처음부터끝까지몸싸움하면서다이겨내고끝까지1위를유지하는过程的话是黑龙啊，是黑龙。这个图似乎成为了 SB 这边不太幸运的一张地图啊。哎，百万运镜来到了洪胜民啊，大打啊，洪大打。接下来来到了道具赛部分啊，豹哥又把椅子转了过去，准备大屏观赛啊 ，VIP 座位。哎，看一下 BP 这边 KDF 是选择了矿山熔岩洞穴啊，这个是上个赛季他们战胜 SB 地图，而且也是上个赛季 SB 非常擅长的地图。然后 SB 选择的两张全是墓地主题地图啊，这边第三选的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森林瀑布啊，森林瀑布应该是。然后是 KDF 所选择的伦敦之夜啊。第一张地图来到了 KDF 所选择的矿山熔岩洞穴，那么这个地图其实也是 SB 非常擅长的啊，上个赛季能打出这个领跑压制局的地图啊，而且这个道具版本已经改变了，改动了，不知道他们会打出什么样的这个比赛内容出来啊。这边现在是有人选创世了，这个地图这个道具赛啊，创世可以说是最好的车，因为它在这个水上机场啊，包括很多地图的进路上，这个车的表现非常好。哇，这边大的这个夺水路线啊，值得学一下。但是裴成斌掉线了啊，掉线怎么说？好啊，导播终于导明白了啊。你看个 KDL， 他不给你掉个线什么的，对吧？你没有点节奏怎么好看呢？比赛嘛，来了啊！第一张地图，好饭不怕晚，矿山熔岩洞穴。怎么了？导播卡了？兄弟，我没卡啊，我没卡。主播真不卡。没导出来啊，兄弟们，导播没导出来。先别急啊，三过家门而不入啊，兄弟们。来了，第一张地图，矿山熔岩洞穴啊。虽然是第一张地图，但是我们进入了三次啊。哎，真过三过家门而不入啊，真不入啊！现在是点外卖时间，确实啊，兄弟们，大家看一下。哦哟。我这次我不说开场词了，我看他能不能开。我感觉我一说他就开不了。呜！先别着急啊，看看掉不掉。哎呦，这观众鼓掌了，兄弟们，这观众四次终于进来了，观众鼓掌啊。这个鼓掌有很多的含义啊，来的真不容易啊。就绕一下，这里水到一个，不过这个水其实不是很要紧，前面有一个风门水，这边大大直接降节奏啊，降完节奏之后把中间人打下去之后赶紧去跑。哇，这个意识盾非常到位啊，就刚才虽然说现在被拖下来了，但是刚才这几波洪胜民把对面的这个思路完全拿捏住了啊，他非常清楚，他先躲过了第一波风门水的这个时机，然后
看到对手中间段被打下去之后立刻开出去跑，而且知道了对面一定会有水去水自己。哎，这个气加一个飞碟啊，确实也是拖住了 KDF 这边，不过自己也没有得逞啊，这个上位。大家上来再打一波，哎，再做一波警灯，哎，转转转。白手盾交出来，哎，小心，哇！不过还好啊，这跟吃了一个水和吃了一个路障没有什么区别啊，输出是一输的。被打转，贤秀可能还会掉名次啊。都是加速器，西被砍了，感觉西没有用啊。但是 KDF 这边还是存着这个解、啊。哎，开这个盾，这个盾意识非常不错，后面队友也应该给爆了。这并不是一个满槽的盾啊，打一手，不进前手上还有一个盾，飞碟交出来，再水一下，哇！中间段 SB 被水下来了，不过卢俊贤这边也被拖住，吉利敏赶紧开机走，但是这个西没有办法了，哎，接力，哇，复古战术啊，第一个赛季 Aura 所开发出来的接力战术啊，万变不离其宗啊，这个战术就跟一个圆一样啊，互克，最后还是最早开发出来的这个打法啊，打出了卓越的效果。最后吉利敏这个吸是挺尴尬的，而且手上有一个盾，其实这个盾也 OK 啊，因为手这个队友是给天使的，能守护得住啊。哎，第二张地图啊，就是墓地的这幽灵峡谷吧，来了啊，道具赛的车，哎，这边有人应该是，这是什么车呀、啊？道具赛可能就更多的要看车的这个进路能力了，就回到了之前很多，就是很久很久以前跑一的一个道具版本了。对于车的这个理解上，谈一下啊。SP 手上有个天使，不过其他选手的位置和道具存储都不好啊。金志明把这个技能交掉，赶紧去往前跑。显秀这里交了一个路障，不过这个路障也没有拖住太多。不过好说歹说啊，这个警灯拖慢了步伐。哎呀，这里再被蚊子打一下，单喷可能也接不上来啊。那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帮到洪胜明啊。巨型香蕉给掉啊，打一手，再打一手，输出够了。哎，这边大的不打吗？那你这不打的话，哦。有可能是打晚了，因为如果说平民这里交掉盾的话可能又拖不住了。探测器看了一眼对面，哎，只有一个天使，而我们这边有两个，对于 KDF 来说水手，哎，哇，这个双吃意识非常好啊，就跟预知到了对面会水自己一样，交给掉啊！而且事后 KDF 的选手好像有一个是被蚊子掉了啊，再闻一手，被打转，都不要紧啊，都在给最后的这个冲刺做努力啊。不过最后这个图最后冲刺似乎是难度是比较大的啊，可能还是需要前边能做出一些优势啊。这个图在后边修道院内部的冲刺是比较简单的，后边是一个弯道，而且有很多的墓地啊，墓碑。没有太多攻击型道具了，怎么办？而且李宰赫手上有一个水，这个水似乎是水不到自己的，两个盾很尴尬。这个水丢掉，没有水到任何人，而且这边天使也交掉。KDF 这边手上还有一个天使，他这边手上还有盾，而且有加速器，还不打吗？没有东西了，大大，最后能抽出来一个什么？哇，拼，最后拼单喷，但是，哇，哇，瞬息万变啊，只能说。最后想去通过洪胜明想通过抓地去解决问题啊，而且去放弃了最后的一个道具拾取，应该是相信后边队友能吃到更好的道具啊。第三张地图 KDF 所选择的森林瀑布，哎，这边 KDF 是不断的在去换车啊，不断的在换车，他可能每个车的加点都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图也是一个对于近路要求非常高的地图，这个近路上去的收益非常大。哎，这边打掉，哎，看谁能上，是这边各上一个啊。
相当于各上一个。李宰赫哎也上来了啊，不过李宰赫这个收益没有那么大啊。哎，水这边躲水的路线，这个纪律性非常好啊，但是这个地方也能躲吗？哇，反应很快，立刻去减速，再做一波双持，两个盾，这两个盾非常关键啊！哇，再躲一个，哇，但是这个围追堵截啊，这一堆又一堆的道具就砸在了贤秀的脸上，打一手，再打一手，两个蚊子都给到了李宰赫，这边再做一波双持，一个电磁波，一个盾 ，KDF 这边打得非常主动。吸上来盾交掉，哎，卡一手，哇，这个卡位非常关键，李宰赫只能舍近求远去走外线了啊，应该不是李宰赫，应该卡掉是谢狗吗？打一手中后段道具已经打空了，中间打得非常的激烈，道具直接打空，而前面其实还是个一打一啊，因为贤秀目前还没跟上来，哇，这个盾交的有点早，那贤秀这个蚊子可以，哎，他选择给到身后的卢俊贤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决策，他要不断的去营造前面一打一二打一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哎，再打一手金志敏，哎，也没有弹，这个进入上的很完美，这里再被打转一下，哎呦，要掉了，只能 R， 还好 R 到的是上边的进路啊，虽然还有个吸，他需要立刻上位了，一下走位，裴正斌再借助这个路障卡了一手位，李宰赫做了一波撑伤被打下来，前面还有人能拖住他吗？被解掉了，哇，最后自从金志敏这两个导弹没扛住掉了下去之后， KDF 一波又一波的攻势啊，配合道具做出一波卡位，最后这个道具储备也是 KDF 这边更占优势一些啊，二比一。而且这一场第三圈的这个道具运营 KDF 做的确实是非常的到位，第四张地图 RSD 所选择的墓地蝙蝠城，KDF 手握赛点，金志敏做一波双吃，哎呦，没吃到啊，没抢过啊。李宰赫刚才用的这个海军这台车是第一项可以加九点的车，前面全是啊，一堆水，水苍蝇、水炸弹啊，全是水啊，水很多，打下来，双方互相送水啊，大自然的搬运工。这个风门水有人会丢吗？小心，哎，斯贝尔可能会在出口丢啊，哎，这要是被水下来的话，前面哎高美秀的遭殃了啊，不过还好贤秀这边逃过一劫啊，差点水到脚后跟，大的没有把这个导弹太早交出去啊，哎，交给斯贝尔了，要在这个地方把他打去，哦，后边这个水好像水掉了一堆人啊，落地好像是过不了那个坎儿的，这个跟车距离一下就拉大了，那大大在后边再去做一波承伤，不过显秀还是没有走远啊，这个图似乎是难以走远，哦，不过这个胶给的是很好啊，裴成斌直接正中这个胶，显秀两个蚊子先去卡一手身后的人，在进去的时候哎出来再给裴成斌一个蚊子，不给你出来之后的这个加速的机会啊，哎，哇，吸的时候躲过了这个胶啊，哎，这个蚊子好像给的有点早啊，给前面可能就好一些了啊，高美秀再做一波双持抢一手，哎，李宰赫没吃到啊，再被拖下来，高美秀小心，哦，被水下也不要紧，因为手上有足够多的这个攻击道具啊，被水下来疯狂拖节奏，就是拖，金志敏这个水也很有说法，因为出去之后只要水到对面的冲刺的拳手，那第一基本就走远了，这里水能水到吗？哎，金志敏这个距离好像有一点远了，这个水没办法水到，走得太远了，哎，我的天，这就是 LSB 最理想的打法啊，最后这一圈让 KDF 追了整整一圈啊，
我们之前在这个大田挑战赛上可以看到啊，很多把涉及到这个地图的比赛基本都是在最后的这个传送带出来之后啊才能决胜负的，而最后的选图是 KDF 所选择的伦敦之夜啊。不管说今天这个比赛掉线了多少次啊，对于在场的这些观众买票了确实是不亏啊，能不能有 ACE 战也要看这一场了。哎呦，斯皮尔，这个起步啊，这个喷火是快啊，是很久啊，这个喷火。高美秀，哎，吃了一个蚊子，哇，再被车撞一下啊！这车开的是沃尔沃，这大货撞都没有什么事啊。哎，再被水一下，立刻去按 R 了。如果这个地方不按 R 的话，是过不去的啊。没有任何问题，不过这也是间接的拖了一下 KF 的节奏。哇，这里直接吸上来，再被打转。不过这个转倒还好啊，因为确实是吸到了大大这个车身上啊。KF 手上有雷了啊！哎，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有一方选手能拿到雷，这边雷直接打下来啊，因为跑得太远了，相当于是红色明的这个领跑逼出了对面的一个雷啊。这就是道具赛一个好的领跑能带给你的收益。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节奏，目前啊，对于跑一来说节奏还是比较慢的道具赛上，他还是能打出这样的节奏，还是能打出这样的领跑压力。我再给这雷赶紧交啊 ！KDF 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再有怠慢一点的话，这边 RSB 可能会跑得特别远。不过中间段还是被 KDF 这边拿到了啊。RSB 这边心里也清楚，如果说我第一拿的再久的话，对面雷可能会攒得更多，暂时把这个第一交出来啊，去中后段做一波道具存储也是不错的，因为还有一圈多。天秀，这两个水，哇，水牢啊！金立敏，一个飞碟，一个雷，这个飞碟先交出来，手上有个吸。那最后如果说要打雷的话，肯定是要先雷再吸的啊。那可能他会成为跟队友接力的第二点。哎，他先吸上来，洪胜敏，哇，这个地方有点关键，被卡死了。贤秀要先去开吗？哎，吸上来，高美秀做了一个踏板。斯皮尔这里怎么说？手上有一个盾的，怎么说？能超吗？这边内线，哇！贤秀被落下来的路障砸了一下啊，就多这一个道具啊，就多这一个道具。KDF 毫厘之差拿下了道具赛的第三分啊！两个3-2啊，其实是非常势均力敌的队伍啊，真的是势均力敌啊，两个3-2，就差一点啊。정말 처음부터 끝까지 기복 없이 변수 없이 팀을 이끌어가는 스피어 선수의 존재가 있네요. 네, 뭐 마지막 컨트롤이 쉽지 않은 상황이었었거든요. 거기 점프로 날아가고. 2대 3. 이거 경기 상태 사실은 부셔. 여러 가지 상황이 있었어요. 단신다. 날쌌어요. 날카롭고요. 보여줬던 강동 프린스. 그리고 KDF는 2대 3. 아, 毫厘 차. 대비전 2-0 拿下了对战 RSB 的胜利啊，也拿下了这个赛季正式赛季的揭幕战。